强哥，这李宏伟什么东西啊？等2个小时了。还要等吗，哥？再耐心点吧。哎，李公子，来了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李公子，这个是冻鱼村改造计划书，我们准备啊，请来活的兄弟把莽村改成冻鱼产业园。你们来回的兄弟有几个人呢？想把我们度假村改成冻鱼村，我特别想知道他们这些人呢有没有这个资格。你可能不是很清楚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苏醒呢会投资，陈楚生他能领导，张远擅长沟通，王月新有力气。苏老玩儿啊，我都知道，他们不行的，他们还不如我们莽村的李青呢，是吧？什么李青啊？将来都是卖鱼的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没脸不要脸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？我不知道莽村的莽怎么来，我也不想知道莽村的莽怎么来，我只知道今天这个项目，你们接也得接。不接也得接。嗯。陈大强啊，你别在这给我摆谱了啊，听好了，你们就是个臭卖鱼的。苏老二，我这冻鱼可没长眼睛，敲到谁我可不知道。你们等着啊。想想啊，就甭送了啊。你今天所有的表现，我回去都会跟春晚导演一五一十的说清楚的。来活的兄弟有咱们自己人，做起事情才能顺风顺水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这个加油卡你拿去用。王秘书，真的我没自己的车。你这么红个歌手还没个车啊？太忙了没时间开。我有，你去这个店里选一辆，价格不用担心。王秘书，真的我不方便收，真的不方便，真的不方便。哎呀，富贵险中求吗？想想啊，你放心，你明年上春晚的事儿，我一五一十的全给你搞定，相信我。这我，哎呀，拿着，我走了。王秘书，王秘书。刚刚那个是王秘书吧？你怎么跟他搞到一起了？你以为我跟他们吃吃喝喝是为了拉关系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限量版 SSR 迪迦奥特曼。那你相信光吗？
我相信。你缺这些卡吗？我缺，这是入场券。我如果不这么做，最后拿不到一手消息，他们就会一直逍遥法外。那你也没有必要让自己那么危险。我们不是说好吗？有钱一起赚，有活一起干嘛？说。好的，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咋来了？出啥事了？还不是内娱那点事儿。来活了，兄弟！来活了！哎呦喂，他走呗。强哥。这李宏伟什么东西啊？等两个小时了。还要等吗，哥？先耐心点吧。哥，我想喝畅意 K56。好看。咱们都等了两个小时了，你得冷一冷，等一冷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还有点贵。我刚只有那一句词是真心。你这个苏醒呢会投资。What？ 苏醒他会投资。苏醒他会投资。走你。哎呦对不起。自己被绊了一下还行。就给脸不要脸，你就是个臭鳗鱼的。你买吗？对。陈哥确实有点大哥大佬范儿哈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真是现在还没喝呢，你待会儿饭后再感受一下。那就是个小可爱，陈可爱。我头，然后加个保命手啊，对，加个保命手，这我真不保命手，那个人家。这有点，这我们说，对，他没走很远，不能喊太大声，但是可以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，就是对，就是用劲儿，但是不能喊。你以为我跟他们吃吃喝喝是为了拉关系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限量版 SSR 迪迦奥特曼。那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。你缺这些卡吗？我缺，这是入场券。我如果不这么做，最后拿不到一手消息，他们就会一直逍遥法外。